好看吗？你从哪淘来的？我之前我用一个嘛，然后我觉得挺好用的，给你买。看下面。好嘞，还带了一个中国结。对呀、啊。你先上去扫一圈。乔迁之喜啊！你必须得那个。必须得扫一扫。新扫把。对。不扫一屋，何以扫天下？我不装了，你明天就用。那个袋子不要了啊！对，那个给我放到车上就行了。房车生活体验的咋样啊？非常好。哎呀，这边这个是咱家的新车，然后这里是今天晚上我们的饭，等一会儿我再煮个虾，然后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列巴，然后也是算是一种特色，给他们尝一尝。这个是云南的那个粑粑，一会儿我把它弄一下，也给他们尝一下。5块钱去买了个鸡，这个是扬州本地的特色。然后拌了个黄瓜猪耳朵，这个就是我叨叨丽姐炒的东北的，这个叫东北的腊肠，跟那个这个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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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来着。然后这里还有那个这个是蘑菇。来，小粉丝来了。啥意思？这个给你送的蛋糕，生日快乐。我不过生日啊！你房车的生日哪是你生日、啊？哦，我车过生日啊！新车乔迁之喜。哎呀，大老远来的，是不是？来打开看看。车朵花呀、啊！你给我你都没送过、啊。啥情况啊？啥情况啊？我看一看。打开瞅瞅。瞅一瞅。轻轻的啊，轻轻的啊。哟。哎呦。好看吗？妈呀！贵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不是。这能吃吗？这不能吃吧？那这不能吃，这中间的、哦、吓我一跳。妈，这还有灯呢。嗯。哎呀，那咋不放个小车呢？送玫瑰你啥意思啊，哥们儿？这你领媳妇来完给我媳妇送玫瑰、啊。看着他已经很久了，就是你一直在，你知道吗？你咋啥时候过来的？没事，他马上就要不在了。对他马上就可以淘汰了。来吧。来吧，今儿个是咱们家新车的生日。哎呀，你们来呀！啊，再拖一层。那这个皇冠带给谁呢？皇冠给车带了。皇冠给车带上吧。那你们要不要给车唱个生日歌呀、啊？啥的？好像不是那么撕的吧？不知道呀，人家是不是应该有个？可能人家就不用撕，人家这样就蹬出来了吧？是不是应该有个特别美的仪式啊？应该就是往上一拿。对呀、啊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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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不是啊？你看人就这么就开了吗？哎妈！来，这里。哎，这盒子要不留着吧，咱肯定吃不完，我觉得。别的有。哎妈，洗不掉了，哥哥。啊？能洗掉？能洗掉，奶油有什么洗不掉的？奶油多。咱车里不是有洗衣机吗？能洗掉。啊？叨叨他们拿的蛋糕特别漂亮。咱高级车有洗衣机。呀，好深呐、啊！你来洗，使劲儿。好吃不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不是我、啊，祝这个5块钱的新房车生日快乐。嫂子，嫂子上镜真漂亮。哎呀，行，可以。我要带花的，你要带花的。嗯，啊。人家在运动，咱在看海。咱是不是吃完也得运动一下？是啊，我们都大家伙都高兴。谢谢谢谢，来吧，对，来集体干杯，不用跟他碰了。谢谢谢谢大家伙啊，今儿我提新车了啊。对，我每天都要看妞，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是为了我的心情愉悦。